现在来自澳大利亚科瑞鼎金融交易学院的院长呢，郭凯先生来给我们谈谈他的一些分析观点哈。我们都会每次呢从这个美元的持仓变化，包括本周整体非美货币走势的一个节奏啊，来去入手谈一谈现在交易的一些思路和主要品种的一些筛选。我们来听听郭凯的意见。郭凯你好。 欧元您好，哎，郭凯，我们照例啊，还是从这个筹码层面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美元的净空头寸有所增加的一些状况，稍微小幅的增加一些，目前呢是大约是73亿美元。那其中变化比较大的是日币的净头寸有了比较大的变化，那日币的大量的多头去涌入形成了一个日币比较强势的一个立场。那目前的欧元仍然是最多的净空头寸的持有者，瑞士法郎的呈现出比较多的净空头寸，所以目前在市场当中的直盘货币，我们认为欧元、英镑是相对比较弱势的货币，特别是英镑的走势呢是非常弱，在这些非美货币当中应该是最弱的。那么相对比较强势的。 应该是日币在这个美元比较强势的状况当中，仍然能够维持在110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日币还是有它内在的力量的。对，就是主要的几个这个品种哈，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的黄金呢又出现了一种破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，对于黄金的一个交易上，黄金走势也是非常的有力量，就是在上一期的就是。 美国的它的鲍威尔讲话之后形成了一些鹰派的论调，使得黄金对美元的这个走势的从1308一路下行。那目前我们持有这两个黄金的头寸，一个是在1300破位的位置上，一个是在最近几天的时候1280的位置上再次去做空的黄金。所以我觉得黄金在随后一段时间上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。 明星货币了，投资人可以多去关注一下黄金的走势。好的，今天着重还要谈的是英镑的明星的这个交易机会啊，无论是直盘还是交叉盘上，英镑现在的走势就下跌的延续性啊，或者整体下跌的这种趋势是最为明朗的。来给我们谈谈英镑的交易啊，以及这个经验上的一些探讨。我觉得英镑呢，我们在连续的做节目和您一起做节目的过程当中，从4月份开始就始终去。 关注到英镑的这个下行行情，包括4月到5月份的这个大幅下跌，以及在6月份重新开始的英镑的下坡行情。那么在这张图表当中，我们注意到，在最初的时候，在1.43出现高点的位置上的时候，我们发觉，从 CPI 以及它的这种各种内部的数据表明，英镑就开始走这个下跌。那么当时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持仓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这个 1.4170的这个单呢，已经获利超过1000点的获利了。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。 我觉得在这个行情呢，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，特别是下破到1.32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交易的机会。那在这张 PPT 当中，我也给投资人准备了几个问题：入场难吗？持仓难吗？获利难吗？还是长时间的持有获利难更难？哪一个最难一些？哪一个最难把握？投资人也可以去想一想，怎样在这些大行情当中不同的投资者可能都有不同的难度哈。 对，很多人说持仓很难哈，从1.41167哈，这一波下来，虽然说现在去看千点的这个收益已经，在这个账户当中体现出来了，但是过程当中还是从短线反反复复啊，考验每一个人的这种毅力、决心，包括持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信心哈。所以我觉得入场难嘛，其实入场不难，关键难的是你能不能拿得住一个做了对的这个单子啊。1.41到现在走了这么长的时间。 我觉得，现在赵会长，我看到郭凯的这个交易上，确实是英镑的空单还在继续的持有，但是我想做到这一点的投资者并不是非常多的。希望在今后的节目，郭凯来跟我们多谈一谈，你是怎么样去持有的，或者是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平仓的这种想法，又为什么没有平仓，还在继续的持有呢？